你看你鸡腿也不分我，然后我还要逼你喝奶，天底下有这么舒服的事情吗？当婴儿了不起哦。这位小姐，你现在是从鸡腿吃到鸡爪了，对不对？奶奶你不喝，你再给我吃鸡腿。我们还有大概30cc 没有喝完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你捏我的手没有用啊，我还是要你喝完啊。你看你鸡腿也不分我，然后我还要逼你喝奶，天底下有这么舒服的事情吗？当婴儿了不起哦，这么伟大，大家都要听你的。你该不会想要双管齐下吧？一边吃拳头鸡腿，一边要吃我的大拇指。这位小姐，你现在是从鸡腿吃到鸡爪了，对不对？你在吃鸡爪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感觉好像很好吃呢。哪有那么好吃啦？啊！你成功了！你终于被我逮到了！你成功了，玉米！你反过来了！啊！你成功了！妈妈干嘛那么开心，对不对？妈妈都不知道被你骗了几次，好棒啊！你好棒啊，玉米！开心。但那天其实最开心的是我女儿会翻身了，而且我们刚好拍到。所以很开心的是那一天，同一天就是又入围，他女儿又翻身，也代表我也要翻身，也、yeah.